快手的家人们啊，咱们呢今天分享一个剪网视频。这一条网是三指钓完都五米啊，断彩的网，一开始呢圈稍微小一点，最后一圈啊可以适当大一点，手捏的位置要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。剪的时候呢，下面开兜门离地30公分，并排拿起两个兜，这个时候网坠是垂直了，放到左手大拇指的位置给它压住，压住以后呢，下面开始剪网。剪的时候也是把这个网线全部捏在虎口里边，然后呢请45度倾斜角往上，要剪出斜面，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好撒。剪到最后了啊，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用左手的中指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兜，放到左手的内侧给它捏住。捏住以后啊，下面就是进入劈网了啊。快手家人们看着，敌者离开地面，手腕一翻，一定要把这个坠子呢剪得裸露在外边，带一点倾斜度啊，这样的话才比较容易撒开。然后撒的时候啊，两脚站稳，向后一摆，往前轻轻松松一撒，轻轻松松就撒开了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。